有请史院长。校长、刘校长、各位贵宾、张董事长、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这个我们在这么喜悦的日子里面，刚刚完成了我们台积馆的启用的典礼，那么我们也聘请了这个颁发了这个张忠谋董事长的一个特聘荣誉讲座，我们非常高兴呢，在郑华成先生装修的这个国际一流的演讲厅里面呢，我们来举办今年的第一个大师的讲座啊。那么我们就请了这个张忠谋先生来为我们做这一个演讲。各位可以知道，张先生刚刚在张董事长刚刚在这个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他对于我们学校的这种重视，对于一个对于学校造就人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学府呢寄予相当大的厚望。所以呢他今天特别给我们讲的这个讲题呢，就是一个领导人的培育啊。那我想张董事长啊，大概在台湾大概没有人不认识他了哈。不过我还是跟各位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因为我跟张董事长呢可以说是当他的部下当了蛮长的时间哈。他在那个这个1985年他回到台湾以后呢，就一直这个可以说长期的帮这个在他回来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在工研院担任院长。那么当时候呢，我还是在工研院工作啊。那么我想在张董事长在85年回来以前呢，其实在美国就已经是非常的出色的一个领导人啊。那么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他有非常多的这个经历呢在他自己的讲法呢，就是说当时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代啊。他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啊，那么17岁的时候呢才到了这个香港，那么在香港短暂的时间，那么到了哈佛去念书啊，那么念了一年就到了 MIT 啊 ，MIT。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世界一流学府的这个经验呢、体验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两个世界顶尖一流的大学啊，哈佛大学跟麻省理工学院。因此呢，我想他对我们清华大学是不是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实在是说有非常多的期许啊，希望能够长期的往这个方向来走。那么他后来呢是毕业之后呢踏进了这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可以说从学成到现在，我想这个半导体呢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最爱啊，最爱。那么在德州仪器啊，那德州仪器呢就一直在半导体领域里面呢就做到相当的可以说是世界半导体的在德州仪器里面的一个这个 leader 啊。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回到台湾以后呢，在这个半导体里面呢，在全世界呢，很多人呢都说我曾经在 Morris 做过事，在他的底下做过事，所以我们都是这个 category 的人。那么他到了这个85年回到台湾之后，担任这个院长，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啊。那时候我担任所长啊，所以也有很多时间呢可以聆听他的这样的一个教诲。那我想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台湾呢创造了我们这二三十年来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荣景啊，而且呢真正的把半导体呢带到了一个世界的一个地位啊。我记得他当院长的时候，那时候我当所长啊，我们一样的就是跟我们做研究一样，常常讲我们的这个技术多好啊什么哈，他的最简单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这个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啊。所以我想他不管什么东西都是要把它摆在世界的这个水平上面去看啊。所以他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成就，我想我就不再repeat，但是呢他在全世界上面得到的这个 recognition 也非常的多。
他在最重要的 IEEE 啊，2000年呢得到了 Bob Noyce 啊的这个奖，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同时呢，在那个FSA， 现在呢叫做 GSA，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Fabless 啊，就是 Design 这样的一个，他也是可以说是得到最大的这个荣誉啊。那么2005年啊，这个电子商业杂志呢，认为他是全球十位最具影响人的领袖，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用这个名字来跟我们讲，我认为我们是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恰当的也是给我们最多这个可以来，我们可以来这个聆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演讲者啊，所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忠谋张董事长。今天我想讲领导人的培育。我先讲一个领导人，丘吉尔。丘吉尔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是20世纪头半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1940年到1945年，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是全程，他做英国的首相。他当首相的时候，1940年的时候，英国是非常的孤立了。那个时候法国已经被德国打败了，所以法国已经是变成一个占领区了。那荷兰了、比利时了更不用讲了，欧洲的大陆都是完全都是德国的占领的地方了。那英国是一个岛国，就在那边，就是孤独的要对付这个德国。同时在亚洲方面嘛，日本嘛，在1941年就攻击这个珍珠港，美国的珍珠港，同时也出兵占领了东南亚的例如香港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日本的这个军队一直到这个离开澳洲是非常近了，日本也占领了菲律宾那德国跟日本是联盟的那个时候是英国是非常孤立，当然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是在中国大陆里头把这个日本的军队也缠住了。那后来美国加入战争了，后来这个美国跟英国是开辟第二战场，就慢慢的就把这个欧洲大陆就收回了同时美国在太平洋方面也发动反攻那一切都在1945年结束了。1945年五月的时候德国就投降了，1945年八月的时候，日本也投降了。但是丘吉尔是扮演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那个时候已经是70岁左右的人了。那他的培育是怎么样的？我短短的讲这个丘吉尔。丘吉尔是1874年生的，1874年，19世纪的最后的20几年，1874年，他是生在一个贵族的英国的贵族的一个家庭，可是他不是直系，他不是公爵，
Duke 的直系，他是旁系，所以他的家是贵族，但是没有什么钱的，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这个遗产啊，是都是给这个最大的儿子的，那他的爸爸并不是最大的儿子。他小时候，他的爸爸也是一个政治人，他的爸爸后来也做到过英国的财政部长，很高的位置。爸爸是不管他的，他对爸爸是认为是爸爸是对他非常冷漠。他的妈妈是美国人，是一个有钱的美国的家庭啊出生的。那个时候，英国这种啊没有钱的贵族，往往是要娶美国有钱的小姐来做太太。那这个丘吉尔的爸爸也是这样子，就他的妈妈是对他的妈妈是美国人，而且是一个出名的美人，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啊。他妈妈对丘吉尔是无微不至，是非常爱护他。但是虽然是他妈妈很爱他，也没有很多时间来照顾这个教育，照顾丘吉尔，所以一切都是还是交给保姆，还有他妈妈有一个亲戚那位亲戚也是一个贵族的那个亲戚也是帮忙照顾这个丘吉尔那妈妈是为什么没有时间呢？是因为妈妈是一个美人，而且是一个相当的交际非常广，要帮他的爸爸，他爸爸是政治人嘛，做到过财政部长是这个交际也是蛮忙的。那因为是很美丽的，是所以很多人都要追求他，虽然他已经结婚了，很多人追求他。那这个历史甚至于是也无法估计他的妈妈是有多少 lovers 有一个历史学家，这是并不是一个 gossip magazine 这是这个真正的一个历史这个学家估计说是他妈妈有200个 lovers 那另外一个历史学家觉得这个数字似乎是偏高而且200是一个整数，这个一看到200就觉得是不足信怎么会一个整数呢？是，我总之是因为这样的的这种交际是使得这个他妈妈没有多少时间，可是对他是非常爱护。在历史上你可以查出来很多他们母子的通信，在丘吉尔年纪轻的时候，小时候母子的通信都看得出他妈妈的对他的爱情。那这是丘吉尔的家庭教育的这个概况丘吉尔小时候进那个 Harrow 是英国是三个有名的中学的之一，但是他不是同名的，同名是 Eton 我想大概都知道这 Eton。Harrow 可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中学，假如是不是他的贵族的那种关系，他也进不了的。他进去了，他功课并不好，这个领导人的未来的领导人的这个在中学的时候的功课其实是只是非常中平他喜欢的这个科目是历史地理，但是这个那个时候的英国的这种贵族中学，他们是非常注重拉丁文跟希腊文，那种丘吉尔是一直到后来都不懂的。那个历史地理之外，当然这个中学也注重英文的写作，那这个丘吉尔那个时候还没有
这个完全这个成熟，是。所以在就算在英文的写作，他也是只是平平而已。那在有一封信，他给他的妈妈考试成绩很不好，他就给他妈妈写封信，他说：“我多么渴望告诉我的先生、我的教师我所知道的东西，我真的可以告诉他们很多很多，但是他们问我的都是我不知道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还是在这个 Harrow 毕业了，在这个中学毕业了。那大学，这个记得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这是英国的大英帝国的如日方中的这个时期。大英帝国它的这个统治的区域，各大洲都有，加拿大是它的 dominion， Australia 是它的 dominion， 印度完全是它管的，非洲有一大批这个现在的国家，以前的这个区域也都是它的殖民地，所以那个真是说是日不落的这个帝国，这个总之是总有一个地方他管的地方啊，总是白天的事，全世界里头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在大英帝国之下。那个是他一个这个时代背景，丘吉尔又是一个贵族，所以他的价值观是第一是一个大英帝国的这个不落日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价值观。他一直到1945年，就是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看起来所有的这种殖民地啊都想要独立了，可是他那个时候还是讲，我不绝对不会做一个英国的首相来 preside over， 来主持把我们的帝国解散。他的价值观爱国爱帝国。那可是这是当然是从我们现在21世纪的眼光来看是一个过时的一个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有另外一面，好的一面就是爱国，而且是大我大我的一面。从他的书信里头，无论是小时候也好，少年时候也好，青年时候也好，一直到当价值跟一个人价值观往往是在青年的时候就已经都已经定了，所以以后也就是持续的啊，从来没有说哎呀，我是真是希望我自己啊，这个做官做得很高，我真是希望我自己发大财，从来没有这种言辞。即使是他对他妈妈，或者是他对他最亲人，后来是变成他的太太啊，他的最亲人变成他太太，那从来没有是这种小我的观念，而是大我的这个观念。那我讲下去，他就这个在这个Harrow 毕业以后，他要进大学了。那个大学，可是他的心里头不是有他要我要把这个大英帝国做得更大更强。那这个在19世纪的时候是不是以文字的，而是要有武功的？所以他是不是想去牛津这个剑桥这种学校，而是要去一个军事学校啊？那军事学校，他就经过3次的考试，他才考进了
这个英国的一个好的军事学校 Sandhurst 啊，两次失败，大家都已经对他几乎是放弃了希望了啊，你这个不行了，恐怕还是要，或者是你去牛津这个剑桥，或者是你去一个比较不太好的学校吧，是，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弃，找了一个啊一个军人来补习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补习学校了，可是找了一个私所以现在所谓的私人教师了啊，来补习啊，来补习，那补习了好几个月以后，第三次啊要第三次考这个 Sandhurst 这个军事学校，考取了。那军事学校他进去的是骑兵啊，骑兵。那个时候十九世纪末期，这个骑兵啊，其实已经是黄昏了啊。事实上，这个丘吉尔是学骑兵的，学骑兵。事实上啊，他后来差不多五六年以后啊，他在非洲打仗啊，那个战士啊。是骑兵非常的出色，骑兵是往往是最后了，你用枪炮了，把敌人打得已经很溃败了，他们已经要崩溃了，那、这个几百个这种骑兵啊，马用快的马就把他们完全都冲散，完全都消灭，啊，这个是 cavalry charge， 这个是这个当时啊。是其实最为好看的这个一路了，那这个丘吉尔，而且是那场在这个非洲打的那场是这个历史上认为他是 the last cavalry charge of history 是丘吉尔参加的，那这个骑兵这个学会了。当然是这是一个学校，一出来就这个学校一出来就做军官的了，绝对不是做一个只是做一个普通兵的了，啊，军官，那军官是要调到这个印度去，啊，那丘吉尔就到印度去了，那在印度他待了两年，是有其实有两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有一件就是他的自己的自我学习，在到印度之前，他的阅读是不少，可是不能说是最多最多，很多很多。他的英文很不错，可是绝对不像后来那么好。那把他的英文，把他的阅读从 B plus 到A plus 啊，是在印度，印度两年是热得很，啊，这个派到印度去，其实是假如是没有什么暴动啦，没有什么这个叛乱啦，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军官，那他就这个两年啊是只有第二件事情我待会讲，可是这两年绝大部分的时间啊，他是。都是这个炎炎的这个太阳啊，都是在这个军这个宿舍里头啊，没事做，他就看这个古典的经典的书啊 ，Gibbon 啊 ，Gibbon 是啊，罗马帝国的衰败及灭亡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啊，那是非常厚的。好几本老师好几本书啊，而且是文字是写的非常好的，就是英国人写的 Edward Gibbon 英国人写的，还有 Macaulay 也是历史啊，这两个是都是巨著啊，他都看完了啊。那除此以外他也看了很多，连 Adam Smith 就是 Wealth of Nations 他也看了啊，所以这两年他看了很多很多书，他的英文，假如是你看他的传记啊，不是他的，他没有写自传，可是他有很多很多传记，他的这个最好的传记啊是他的儿子替他编的啊，
是有十几个 volume 啊。这个最完整的这个传记里头啊，是有很多他的书信，他的写的这种东西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印度之前跟印度之后啊，是大有进步，英文大有进步。那个是在那个时候的。那在印度第二件大事情啊，就是他要拼命要想去打仗啊。那刚刚是在一个 party 里头碰到一个 general 啊，那就他跟 general 讲，你假如是有打仗的话，我一定要参战你。那个果然啊，是在他在印度两年啊，那个 general 啊是有一次啊要到这个阿富汗的这个边疆，那个时候是没有Pakistan， 没有这个巴基斯坦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印度啊，就是跟 Afghanistan 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也是现在最为热的地方啊，你知道啊，这个那在那边那个时候啊，1896-97的时候，就有这个 Afghan 的人要。就作乱嘛，那个将军啊就去了，可是他已经忘记丘吉尔了，已经忘记在 party 里头跟丘吉尔讲的话，那丘吉尔自己跑了就赶着去，这是主动的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啊，那个是他第一次的打仗的经验。印度回来了，他是叫他母亲，他母亲既是这个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他的母亲既是一个贵族的里头的人，又是有那么多这个 lover 的啊，所以这个 network 啊，就现在是我们把它称为 network 是简直是第一流的啊，就经过这个 network 啊，他是并不是要他的母亲替他找一个升官发财的一个机会，他要他母亲找一个能够参与战争的机会。那后来就他的因为他母亲关系，就是到那个非洲去，非洲去就是我刚刚讲的骑兵啦 cavalry charge 啦等等。那在这个没有这种战争的工作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啊做 freelance 这个记者啊，freelance 记者就是你不拿薪水，可是你只要是有什么这个报道啦，你就寄回去啊，这个报纸，英国在英国的报纸，那他只要用的话嘛，他给你点稿，给你点稿费，这开始从这个就报道嘛，就是非洲的这种情形啦什么，他也开始写书，丘吉尔一生写了很多很多书。那一直到他25岁的时候，丘吉尔25岁的时候，他就回到英国。那个时候要选，他开始要正式的要开始他的政治生涯。英国在开始政治生涯，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选国会议员。那他就去选国会议员，因为第一次还没选到，选不到，这个落选了。那后来。可是英国这种国会议员是常常会有机会有去选的，第二次才选上。我是啊，一直对丘吉尔是非常有兴趣，而且是我觉得他是这个20世纪的，就是20世纪头半世纪，1900-1950。这个半个世纪的恐怕是历史上全世界恐怕是最值得这个佩服的一个人啊，我也对他的写作，他得过这个诺贝尔这个文学奖啊，我对他写作也是很有兴趣的，我可以讲一段他写的传记让大家知道一点这个他的这个文学的这个技巧。他写一个
跟他同时代的一个英国的一个政治家，他说这个人有一个黄金似的早上，有一个蝗虫似的中午，有一个铅一般的黄昏，但是他在每一个时期他都非常努力的 polish 他的在那个时期的那个颜色，他把黄金弄得非常亮，他把那个黄铜弄得非常亮，他把这个即使在黄昏的铅也弄得非常的亮，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一生。当然这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 这是他写那个人的传记的一个 introduction， 那后来嘛就写他的这个那个详细的那个传记。可是我是为什么是非常喜欢，因为你这个第一我觉得这个文字是很好，第二而且是你看了这一段以后你就对那个人啊很大概的，不但很大概的，相当深入的，你就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一个黄金般的早上，黄铜般的中午，铅一般的黄昏，他越来越坏了。可是他虽然是这个越来越坏，可是他还是每天还是非常努力的，把他这个得到的光彩啊弄得最亮。好，这是丘吉尔，讲的太多了，但是这个是对我的，因为我是这个今天讲这个，我想啊你们可以啊是假如是看这个知道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培育啊，是看看许多这个近代历史的这个领导人他们的培育啊。那丘吉尔是我是觉得是 one of my recommendations。领导人是什么？什么样是重要呢？我这个拿着这个很抱歉啊，是这个我是两年以前是跟在 MIT 是跟另外一位女士同台，她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女士，那她是那个 MIT 也像这差不多有一个讲台，那我是也有 notes， 我就在那个讲台上把这个 notes 摊开，我就站在讲台讲。那他也是像我现在这样一篇 notes，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那天下雨，他这个把这个那张纸拿进来啊，他大概没有带皮包吧，所以他就拿在手里头，所以拿到这个讲堂的时候，这个一半都是湿了，可是他拿了一半湿的纸，他还这样子在看啊，可是但是讲演讲得很好。所以我今天也是这样拿了这个东西走来走去啊。领导人是，其实我对领导人的定义啊很简单，领导人是一个要有人跟，而他又知道带领人到什么方向去的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领导人啊。这两个是必须的啊，要有人跟啊，没有人跟的这个领导人是不成为领导人。可是第二呢，就是他要知道哪个方向走。那假如一个领导人有人跟，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方向走，那就是在打圈圈，那个也不是一个领导人嘛。所以领导人只有两点，这个知道什么方向走，有人跟啊。当然这个方向可能是错的方向哦，可能是不好的方向哦，可是那个往往是事后才知道。好的领导人是有人跟，而且带了他那些群人
朝一个对的方向，所谓对的方向就是对他跟他的人好的方向走，那是好的领导人。假如是，可是那个一个领导人好还是不好啊，往往是几年以后才知道。暂时假如是你只问我领导人的定义，那我就说只有两个，有人跟，知道哪个方向啊。那领导人的价值观，我是觉得刚刚我讲这个丘吉尔啊，我讲他大我，就是不是完全自己自私，不是完全为自己，而是为了跟他的人，这是大我。那我觉得一个领导人的这个价值观必须要有大我啊，不然的话，老实说也没有人会跟他。即使有人暂时跟他，也会他们发现他只是一个小我的话，他们也会走掉啊。一个大我是。第二，我觉得是诚信啊，诚信啊，是其实这个定义也很简单啊，不要讲谎话，第一。第二，你不轻易承诺，但是你要做到你的承诺。为什么不轻易承诺？因为你轻易承诺的话，你总是做不到你的承诺的啊。所以诚信其实不说谎话，做到承诺。因为你要做到承诺，所以你不能够轻易承诺。而这个诚信，我是觉得啊，东方跟西方的这个定义啊，虽然是一样，就是不说谎话，做了承诺，可是有一点大不同。西方的这个诚信啊，是对所有的人的，而东方的诚信往往是只是对一小圈人。那我现在讲的诚信是西方的诚信，是对所有人的。你假如是以一个公司来说吧，啊，你这个不说谎话，做到承诺啊，是应该是对你的领导的所有人，你的领导的所有人是当然是你的公司的员工，但是不要忘记了，也是你的公司的股东，而那些股东是绝大部分你都不认识的，你都不认识的啊，但是你也必须要对他们诚信，这是西方的诚信观念。守法啊，我觉得是这个领导人的价值观的也是必须的。然后不守法啊，然后只是守我赞成的法，而不守我不赞成的法，那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混乱的社会了。守法我觉得也是一个。热情，我是觉得也是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价值观啊。不太看到有一个领导人呢、是冷漠的，就是没有热情的啊。假如是有这样的领导人的话，他领导的他可领导人呢，恐怕也是非常少啊。这个，所以我是把几个很基本的价值观呢，是刚刚已经列出来了：大我、对所有的人诚信、守法、热情。那我现在这个价值观只是一个开始了。那这个领导人是有他的这个技能，他的 skill set。第一，我想这个会对你们是一个 surprise， 他要有一个专业的 skill set。 其实假如是你真的当领导人了，你的专业的 skill set 啊，可能并不是那么需要了。但是你是要先要有工作，你出学校，你先要找到工作啊，那你
慢慢工作了几年以后，你慢慢成为一个领导人。你假如是没有一个专业的 skill set， 你连工作都好的工作都找不到了，适当的工作都找不到了，那你根本就无从开始了，你领导人的生涯无从开始。所以专业的这个 skill set 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必须的。所以其实我个人就经历过，刚刚石院长介绍我的时候，他说我到美国的时候，进大学的时候，第一年是 Harvard 是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培育领导人的一个环境，比 MIT 要好得多了。但是我在 Harvard 这个只要几个月我就知道，假如是我在哈佛念完四年，哈佛大学念完四年，那将来是毕业出来是找不到好的工作的，因为那个是一个 liberal education， 找工作在职场，我后来 MIT 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是都分了这个机械啦、电机啦、什么这个航空啦，通通都分了，分得很细的。那哈佛根本就不分的，哈佛呢，它就是可以，你可以念一个 engineering sciences 这样的一个系，就是通通所有的 engineering。那你假如是你念那个系，你跑出去啊，做要找事啊。那个没有人要你的，至少是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不如是像 MIT 念了机械系，不但是机械系，而且你还可以说机械系里头啊，我是专门是什么自动机械啦什么啊，那出去啊，那这个要真的是要做自动机械的人呐、他看着你非常欢迎。你在哈佛，你在念了什么 engineering sciences， 跑出去要做自动机械，他看着你并不是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专业的这个技能啊，是其实是不一定要的，这个不是要做领导人，而是要在这个世界有个开始。好。那可是有志做领导人的，我是过去做这一类的演讲，我常常问大家，是那个你们多少人有志做领导人？这个可是以前啊问这个问题都是一开始就问，是大家就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现在我已经讲了半个钟头了，大家都知道我意思，所以我现在得到的这个答复啊，一定会是 bias 的答复，所以我不问了。那虽然是你做这个专业的这个有专业的这个 skill set， 你在学校大学，你在培养你自己的专业 skill set， 因为你要做一个开始。可是你想要是有志做领导人的话，你要做我现在要讲的好几个，你要培养你的别的领导人的 skills， 那些是什么呢？第一是很广泛的基本知识，很广泛的基本知识啊，比方说也要看你的这个领域，你是预备做政治的领导人吗？你是预备做，你假如预备做政治领导人，我倒觉得是像丘吉尔一样，历史地理文字。你想要做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吗？我是觉得就应该企业的这个动态是你的基本知识，一个企业是怎么构成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怎么成功，这是你的基本知识。那以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啊，我是在
哈佛 MIT 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所以我在这个那个时候没有网络的啊，你要拿这个年报啊，你要真的是要做股东才能够拿年报的。那我爸爸给了我好像是几百块美金吧，就买了 IBM 的股票啊。那个时候恐怕只有买到一股两股三股这样子啊，可是一股两股三股我就可以，他就每年寄年报给我，他每年他是所有的股东大股东相同，他都是一视平等的，他的这个不但是年报，而且是连季报都寄给，那个年报的季报就有很多这种啊，这个他的企业是怎么样的啊，甚至于他的这个主要经理人赚多少钱都在上面的，他的这个账是怎么样的，所以广泛的基本知识，这个是我讲了政治企业了，当然你别的行业也有别的行业的这种广泛的基本知识，这个是你必须要的。那你现在比方说哈佛，我刚刚讲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领导人的，可是我去哈佛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他们给我的基本知识啊，其实是缺了科技。那个因为呢，我去的时候是1949年，1949年科技还并不是那么重要，就是作为基本知识，对一个任何这个领导人而言还不是那么重要。那这几十年以来啊，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这个 undergraduate 的 curriculum 啊已经改过了啊，那科技基本的科技知识变成这个 liberal education college 的一个必修的一部分了啊。那这个像这个 MIT 虽然是你是去念的很专门的这个工程或者是科学啊，但是你还是要念一点这个经济，还是要念一点历史了，等等等等，这是基本的知识。终身学习的这个习惯，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大学已经是很晚了，大学四年很晚了，可是那个时候不培养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呢，是。就以后就我想是培养不出来了，那个终身学习习惯是其实是应该是有计划、有系统、有纪律的终身学习。那这个是可以讲一个钟头，我过去也常常讲一个钟头，讲这个终身学习是终身学习的办法啊，是应该是有计划、有纪律、有系统。那可是我今天没时间了，可是你要养成一个这种的终身学习的习惯，那你这个终身啊都受用，都是受用。独立思考这个啊是比较难，独立思考这个恐怕也是台湾比较弱的啊，那是要讲出来是怎么能够培养一个独立思考啊？我想啊，恐怕应该说最起码的是你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你就自然而然了、会养成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个独立思考能力也就是说，你看了一个东西你不一定就相信它，因为你看的多了，因为别的东西同一个 subject 别的东西它讲的不太一样嘛，那你就会想这两个人讲两个三个人讲不一样的，他们的结论不一样的，是到底是哪个人对呢？也许三个人都不对，这样不对吗？你假如是你的知识
你看得多了，你听得多了，啊，这个你就会自己会想起来，哎，这个东西也许这三人讲的都不对，那个也许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就是开始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了。要先要看得多，先要这个背景了，资料了要多了，那再下面一个是创新力，培养创新力，那这个是更难，比独立思考更难。可是我是觉得可以从独立思考引申出来的，是啊，你看得多了，这个终身学习以及你的用功是我非常支持的，而且我是觉得是必须的。即使你的分数不好啊，你的分数不好可能就是像丘吉尔一样嘛，他其实在中学的时候他知道的很多，可是这个考试问他的他不都是他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他功课不好嘛。但是的确丘吉尔在中学的时候历史跟地理他是很知道的，他的这个水准啊绝对是在普通的他的这个同学之上啊。那这个我们换到现代也是可以这样子，你这个你在学校的这个功课啊，领导人啊，其实我看这个无论是政治的领导人或者是企业的领导人其实是功课好的真是很少，哎，在学校中很少很少的，对，功课好的真是很少的。可是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在学校不用功，他们学校就是在做我刚刚讲的事情啊，这个广泛的基本知识，培养这个独立思考，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就是要因为看了很多东西啊，所以就培养出来。创新力我觉得也是从这个独立思考这边培养出来的。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这个知识金字塔了，知识金字塔一层一层一层，你这个你的底子大了，你就可以上去最高的一层，当然就是创新力。可是假如你没有底子的话，你的创新力搞不起来的，这是我的这个。还有一样就是与别人既竞争又合作，那这个啊是最好的这个培养的一个环境啊，是在大学的。我这句话还没讲完，有人补充，有人把它补下去了，差两个字，大学的宿舍啊。所以我是觉得啊，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大学教育啊，我觉得一定是要在宿舍里头这个学校假如是这个 undergraduate 要不念书，假如不住宿舍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学我去过的 Harvard 全部100%4年住在宿舍， MIT 啊，只有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只有大概5层吧，5层住在宿舍而且那个5层住宿一半住宿舍啊，有很多是这种 fraternity houses， fraternity houses 这不算宿舍。这个宿舍为什么宿舍那么重要啊？因为这个宿舍啊，是我是在哈佛只有1年了，哈佛1年是 freshman， 那个是，可是那个整个宿舍就有100个人左右，我们有3楼，100人，其实房间其实不小，我2、3年以前还回去看了，那个时候觉得很大，现在回去看啊，没那时候那么大，可是还是不小，还是不小。那这个宿舍里头啊，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
他们都是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年纪跟你差不多，很优秀，一定要很优秀嘛，不然的话他们也进不到这种学校。他们是，可是他们的兴趣是不同的，有的我在哈佛的时候，有的是要搞政治，有的想学政治，有的想学外交，有的是想学文学，有的想学科学，等等等等，啊，不一样。那你是我在他们那边学到的东西，比我从教授学到的东西要多，而且跟他们的关系是可以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就跟人家相处的关系。啊，我记得好像是2006年啊，新年的时候，这个哈佛校友会，台湾的哈佛校友会，就请了这个吕秀莲副总统、马英九啊两位，叫我来做 moderator 啊，那我也去了。那我对他们的问题啊，就是你们两位啊怎么不能够既竞争又合作？这个其实这两位的这个回答，我觉得比我的问题更有意思啊。啊，这个吕副总统对我的回答是声色俱厉啊。他说：“你是问错了对象了。啊”这个我倒要反问了。他说：“啊，他就举了几个例了。”啊，什么监察院啊，这个国民党一直不能够同意了什么的。那个马英九倒是相当温和啊，马英九回答，他们两个个别回答的，马英九回答说是啊，我想我们离开哈佛太久了。不过这个在大学当中，你只要是能够学会跟同学竞争，是什么地方竞争呢？其实像一个好的大学啊，其实是竞争，同学互相竞争的机会多得很啊。我告诉你，就是校刊啊，校刊你可以做记者，这个在哈佛是每天都有校报了，应该说是校报，这个可以做记者投稿啊。他没有固定的记者的，他有几个固定记者，可都是高年级的学生。那可是普通的一年级二年级的人呢，就只好投稿取了，那就很高兴的事情了。校刊校报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三四版吧，啊，不止三四版，三四个大章了，那就每一章就有呀两个 page 了。可是也很难被看出来。那这是一个运动有很多竞争的机会啊，这个辩论有很多竞争机会，那个 student government 学生这个自治啊，也有很多竞争机会，要选做这个 student government 有什么东西了。所以竞争的机会其实蛮多，合作的机会当然更多。所以这个学校的宿舍，你假如是只是去上课的，你就根本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失去了学会竞争合作的机会啊。所以一个一流大学，培养领导人的大学啊，必须要100%的人住宿舍啊。这个而且这个宿舍啊，是要稍微像样一点了，稍微像样一点。那再下去啊，是吸收的能力跟表达的能力。那我虽然是时间现在已经差不多，可是我还是过几分钟吧，讲这个语言老师。一个屋子里头啊，
有一个猫，有一个狗，有一个老鼠。老鼠是它是在墙里头一个洞的后面的啊，那可是这三个动物啊，其实是相处也不错，和平相处。好，可有一天呢、这个老鼠在这个洞里面听见啊，这个狗叫，听见狗叫，啊，那这老鼠的尝试啊是，狗叫的时候，这个猫大概是不在的吧，所以老鼠就出来了。想不到啊，老鼠一出洞啊，猫就把它抓去了。那这个老鼠就非常的奇怪，他说：“哎，我听到狗叫，怎么会你在这里呢？”那个猫就很有智慧的跟这个老鼠说：“说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啊，你不懂一个外国语言呐、不懂一个外国语言不能生存在这个竞争的世界。”吸收跟表达，我觉得是中文很重要，可是现在的这个国际语言是英文，未来的几十年也会是英文，英文也很重要。所谓吸收嘛，就是阅读跟听两种了。阅读老实说是我也不敢多做建言，这个什么快读啦啊这种东西啊，我是觉得是、也不见得是有效了。我认识的这个自己以为是能够快读的人呢、我是认为他们是虽然读很多，而且读得很快，可是 they understand nothing. He reads a lot, but he understands nothing. You know? 这个所以我是不敢多建言。我自己是一个慢读者，我是读得相当慢的。可是我相信我吸收的程度啊，是比这个很多的快读的人要高得多啊。那听又是一个艺术啊。那这个是我也可以讲半堂课，我以前也讲过半堂课。通常人呢太忽略他的多了啊。可是我告诉你，假如你真的是注意在听的话，你应该比我辛苦得多。这个是一个衡量的标准。你听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假如是你真正在好好的在听的话，是很辛苦的。我的经验是，我这个讲这个一个小时，老实说对我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事情。比我要，假如是我要拼一小时这个真凡城啊，我是辛苦的多。你们假如是不辛苦的话，你们没有在拼，你们没有在好好的在拼。我不累，你很累，你不像累，你看不像累。这个表达的能力啊，表达能力嘛是就是讲跟这个写了啊。那这个呢，我倒觉得是现在慢慢的在丘吉尔时代，老实说两个都可以说一样重要，写跟这个讲啊，也许是50-50吧，在这个20世纪初期了嘛。那现在已经是21世纪初期了，我想啊，讲是比写要重要的，而且这个讲啊，我必须要说啊，是不，也许是不像你们想象的，这个讲的能力不像你们所想象的。我想你们想象的能力大概是一个演讲能力啊，就是别人不 interrupt 的，别人不 interrupt， 你就让你哗哗哗哗哗讲。假如别人 interrupt 你，反而是要怪他。那个我当这个我到这个台湾来
当这个工研院长的时候啊，我就听简报，我就会就把他打断，问他问题。那个讲的呢，往往是手足无措啊，是，而且是也不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啊。那这个讲完问完以后啊，那他倒是怪我了啊，啊，这个人根本就完全太美国派了，是这个作风是在台湾行不通的了，是。那事实上啊，现在台湾啊，在20年当中啊，其实是改的很多了。你这讲啊，是要预备人家 interrupt 你，不但是人家 interrupt 你问你问题，而且人家 interrupt 你啊还批评你几句。可是你还是要继续的，有条理的、有力量的讲下去，这个才是讲的能力。这个才是讲的能力，而不是你通通准备好就当你去从头到底啊讲，就你以为这个事情表达过了，你一点都没有表达过。因为这个别人也许根本就毫无兴趣，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啊。你倒是讲的人倒反而是比听的人要辛苦，听的人辛苦的原因，因为他真的听进去，他 interrupt 你，他这个问你问题，他甚至于批评你。可是你讲的人、表达的人要一定要还是在这种种种的困难之下，还是能够把你自己的表达出来。不但是表达，其实是有好几级的了啊。第一级是只是表达而已，就是人家听懂你在讲什么了。第二级是英文是叫 articulate 就是讲的有条理，讲的是有说服力。那最高的一层就是雄辩者了。雄辩者真是你虽然是你跟他持这个反对的意见的，可是等讲完以后，你问他，你这个要这个反驳他，他倒反而是把你的想法，原来的想法把它扭转过来了。那种雄辩者是其实是少之又少了啊，但是有时候还会有，还是有的了，是。而且也看 occasion 了，也看什么时机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普通只要做到 articulate 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在真的是在关键的时间，他变成一个雄辩者。关键的时间，他把这个听众的这个成见了，都把它扭转了。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领导人，这是很了不起的领导人。啊，我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几乎过了15分钟了，是，我想我就在这结束了。不过我开始也晚了10分钟了，所以谢谢。嗯，这个，我想这个张董事长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啊。那我们这个礼堂啊，这个。我们甚至于学校呢帮他在6楼准备了一个 office 在这里，所以他其实可以随时回来跟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这个聆听他的这个演讲啊。那为了体恤大家都听得很累啊，所以我们大概也就不再问了哈。因为今天时间也后下午还有这个节目哈，所以对不起。今天我们有同学献花，是不是？好的，我们再次的感谢张董事长。